蟹大脚，这是酸笋鸡爪，咋样？评价一下。好吃。那这个量少，这一袋就这些，反正。怎么个好吃法？嗯，酸，甜，微辣，完美。笋丝刚才给儿子挑着吃了，你这笋丝好吃吗？笋丝的味道还是比较浓郁的，跟之前吃那些无骨鸡爪比哪个好吃？我更喜欢这个，因为之前的都是蒜香，嗯，这个完全就是我特别喜欢的口味，你知道吧？嗯，就是酸甜微微辣刚刚好。鸡爪腥吗？一点没有腥味。嗯，我也挺喜欢吃。